这是我们新的产品珐琅烧结支撑架，它总共有大、中、小三块。那主要就是按照你物件的大小选择去取用。为什么要有这个架子？是因为我们在烧结珐琅，或是像我们炫彩艺宝的时候，如果你的物件已经涂满了、涂好了，那你把它放在桌面上，或是放在那个我们的烧结炉里面的话，你是这样子放置，那它下方的部分就不能够均匀的受到我们这个热气的一个烧结。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架子，你就可以让它是悬空的。有没有看到它中间这边是悬空的？那悬空的话，热气可以是由下而上，跟从上而下去做一个均匀的烧结，这样出来的这个材质才会比较均匀匀透，那它的这个我们叫做凝固的状态会获得更好的一个改善。那像这样中型的，我们上面放了一朵花，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这用的是这个所谓的比较浓稠度比较高的这个炫彩的艺宝。那它这样的话，它需要这个曲度，如果你把它摆这样倒倒，它就流下来。所以我们就把它摆这样子的时候，它因为它这个浓稠度比较高，所以它就会固定在这边。那烧结出来的话，样子也比较完美一些些。那这个是一个镂空的饰品，那像小的架子刚好可以把它撑住。那这样的话，可以从下跟上一起均匀的受热，这样的话，它的那个出来的彩颜色跟它的一个凝固的这个效果会达到最佳的状态。